学，请看华藏世界品，藏海安布庄严，台面宝地寄送第八首看起，妙宝庄严华藏界，菩萨游行遍十方，言说大事住宏愿，此事道场自在力。这首偈前面讲过，可是意思意犹未尽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前应该怎样学法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记诵里头说得很明白，菩萨游行遍十方啊，在中国过去佛门里头常讲说铁打的常住流水僧啊，这个意思就是这座寺院丛林建筑在这个地方，它是不会移动的，但是里面的住众呢是川流不息啊，而不是永久住在这个地方的啊，这叫流水僧啊。为什么？事出世间法最重要的就是缘这个字，哪里有缘就哪里去啊，怎么能够常住在一处呢？常住在一处，这一处缘尽了，你住在这个地方不起作用了，换句话没有用了，没有用。这个时候呢只有两条路子，一个就是往生了在这个地方圆寂了，圆净了。另外一种方式呢，看看别的地方还有缘呢，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教化众生。在唐朝的时候，大家晓得鉴真老和尚中国没有缘了，到日本去日本的缘成熟了，把它当成国宝啊，我到日本去拜过老和尚的道场这道场有老和尚的像，老和尚的坟墓在那后面现在在墓的旁边还立了一个这个赵朴老的纪念碑日本天皇到那边都去礼拜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云出家人心地清净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留念
在哪个地方多住几天，少住几天，不是自己的事情，是这个地方众生的缘。有长短不一样。什么叫缘呢？这个地方是不是真正有人跟着你学习？你所教的、所说的，大家都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就有缘。如果大众对你表面上很恭敬阳奉阴违不能够真正依教奉行，这个地方跟你没有缘。纵然在这个地方建立道场也没有缘。建立道场是有好处，为什么呢？给这个地方结了缘。虽然结了缘，缘没成熟，就好像那个种果木树，种个桃树，种子种下去了，那个树苗长出来了，它还没长大，还不能开花结果，这个就是呢，缘是种下去了，没成熟。等到什么时候它长成树了，结成桃了，你再来，这是有桃吃了，缘成熟了。所以这个缘是没有白结的，你在这个地区给这个地区有贡献，有布施供养，那最重要的呢，你要有愿，我等待这个地区缘成熟的时候再来，成愿再来，成愿再来的条件缘成熟，再来干什么呢？为这个地区人民服务啊。不是来享受成果的，是来服务的。那服务呢，言说大事诸宏愿。这个就是行菩萨道啊。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众生。总要懂得应机说法，这个地方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喜欢什么样的法门，你教他了，如果你所传的法跟这个地方众生根性不一样，那他学的就困难，就收不到效果。所以传法的菩萨自己本身要会得很多啊，应用的时候那是一样一门。遇到禅宗的根基，你就教他参禅了，帮助他开悟啊。遇到教下的根基，教下宗派很多啊，华严是教下，法华也是教下，楞严这个三论法相唯识都是教下。
那要看他是哪一种的根性。啊，这么多经论里头，他喜欢什么样的经典？啊，特别爱好啊，那就是这个经典呢，他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啊，一接触啊，他就生欢喜心。他有根呐，不是这一生初学啊，借着来的，因此往往他能够悟入，我们一般讲呢，他有悟性。换一个法门呢，则未必啊。那个真正高明老师对学生，他有能力观机。我学佛第一个老师啊，真正是戒严的老师，张家大师，这密宗的大德，他没有传给我的秘法，他教我看经。看经有不明白的地方找他啊，他给我解释这个也是关机啊。学佛无论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当然头一桩事情是你要消业障啊，你业障不消除啊，诸位要晓得佛是一个圆满智慧圆满福德的人，所以叫二足尊啊，足是圆满啊，二是智慧跟福报啊，两样都圆满，大智大富之人，所以我们没有富没有智怎么学佛呢？怎么能学得成功呢？所以学佛不能没有福报，不能没有智慧，但是没有福报有智慧行，没有智慧有福报也行啊，就是可以入门，入门再补习啊，啊，再把你缺少的那一部分呢补上来呀、啊。啊，两者总得有一样嘛，两个都具备好啊，啊，那个成就快呀、啊。那像我在年轻就缺没有福德，一点福报都没有啊，这个学佛之后才懂得修福啊，修了将近30年啊，福报好像才现前了，我们才有一个讲堂啊，啊，不要到处跑了，啊，有一个华藏佛教图书馆了，啊，那是我讲经20年，我学佛7年讲经，换一句话说，27年了，啊，修福从这条开始，啊，看到有点福报现前。你没有耐心不行啊，哪里说是3年5年就能见到效的，没那么容易啊。啊，古人常讲啊，10年树木啊，100年树人啊。啊，种一棵树让这个树长大，
也要十年了。啊，所以你要不消业障怎么行？啊，我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是很重视啊，教我要消除业障。啊，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有求，这没有感应，那什么原因呢？业障。啊，业障要消除。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么消除？啊，用什么方法去消除？啊，大师传给我的不是拜忏，啊，不是在佛前求忏悔，啊，他教我不是这个方法。啊，他教我的是改过自新。啊，每一天要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失、毛病、习气。啊，只要自己一发现，就下定决心把它改过来。这个叫忏除业障。我明白了。啊，所以他讲的东西我相信，我佩服。啊，他老人家所传的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啊。知过能改啊，善莫大焉啊。凡夫最难的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过失。这个事情麻烦大了。不知道你怎么会改？啊，所以圣贤书不能不读。啊，圣贤的教诲是一个标准呐，啊，拿着这个标准天天来检点自己，哎，就容易发现过失。所以说是明朝末年，啊，念儒家书的、学佛的，哎，都用功过格来检点自己的过失，是个好办法了。我们佛门里面，啊，净宗的祖师莲池大师就用功过格来修行。啊，现在这一篇东西还在莲池大师全集里面，啊，这流通很广了。啊，他不叫功过格，他叫自知路。人归自知之明啊，啊，自知路就是功过格。啊，晚近印光大师教我们，用了凡四训把改过自新、改造命运的道理搞清楚。那个里面是讲因缘果报的，我们要改恶为善，改祸为福，改凶为吉，改繁为盛，
了凡四训是个基础的教育。啊，你只要想改造命运，我们学佛是改造命运，啊，是大的，我们是要改凡为圣。啊，你看我们今天在六道，我们想改六道为极乐世界，啊，这是大的改造啊。你要懂改造的理论呢，懂改造的方法了，有理论有方法，那我们自己就有信心了。所以头一步要把自己的命运转过来，命运都转不过来，你学佛有什么成绩可言呢？这摆在面前的了凡四训重要啊，所以我讲经这么多年，常常劝人，特别劝初学，你把了凡四训从头到尾念300遍用1年的功夫，一天念1遍，学佛从这里学起，因果的道理明白了，通达了，你就开始修行，开始转恶为善了，善恶的标准，印祖讲得好啊。他用太上感应篇啊，尤其是这个注解吉凶祸报的例子，感应篇汇编，感应篇的文字不长啊，1300多字啊。汇编就几十万字了。这里面有注解，有例子，真的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这些例子增长你的信心呢。除这一部书之外，安思全书也是印光大师极力推崇的。他前面一半文昌帝君印之文，那个注解例证也非常丰富，文昌帝君印之文的文字更短，不到800字，这些东西早年我都讲过，内容非常丰富，以这个为标准，来检点自己的过失，把它当作戒律来看，学佛从戒律开始啊，以戒为师，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持戒真有了功夫了，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这个是学佛一条大道啊！古往今来，那些声闻菩萨都是走这一条路子成就的。
你还有特别法门吗？密宗，我的老师是密宗大德了，他告诉我，密宗是佛法里头最高的修学法门，不是初学学的。就像学校念书一样啊，密宗是研究所啊。那你要想上研究所，你先要念大学。念学士学位，然后念到硕士学位，你才能够念博士班呢。你不能够劣等呢。所以藏密这个一般规定，开头十年显教，不是一下就叫你学密法，前面十年是显教啊，显教真正有基础了，考试及格了，你拿到学位了，西藏这个学位叫格西。拿到各系学位之后，你才有资格学密法。可是现代众生的根性比古时候的人这个水平下降的太多了。这个时代学密能不能成就呢？往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他是学密的。他告诉我，最近这半个世纪50年中，在中国，中国几十亿，十几亿人口，学密成就的6个人，他告诉我的。念老讲啊，从今往后啊，学禅的根基没有了，学密的根基也没有了，唯一能成就的念佛。他自己虽然是密宗的上师，他是念佛往生的，他在临走的那几个月当中，生病，身体不好，一天念14万声佛号，加工用恨求生净土啊。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那是了不起的大德。确确实实是显密圆融，宗教俱通啊，在佛门讲的是通家了，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念佛往生的。他到这个世间来，我们很清楚，他来干什么呢？他的使命就是来汇集无量寿经的。帮助世尊末法9000年众生因此而得度啊！往生就是真正得度了。
所以我们要想消业障，得福慧，你要懂道理，你要懂方法。啊，那什么是业障呢？那更要清楚。啊，然后你再晓得，哎，我业障是不是真的消了？啊，业障是什么呢？业障是烦恼，业障是习气。啊，我常说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业障啊，你还有没有？啊，名闻利养这个念头是业障啊，五欲六尘享受这个念头是业障啊，贪嗔痴慢呢这个念头是业障啊，你看看你这些念头，当然一下断，断不了，那是不容易的。减轻了，啊，去年跟今年比，今年比去年减轻很多，啊，那你业障消了。如果想一想，今年跟去年还差不多，甚至于今年比去年还严重，那你的业障不但没有消啊，逐渐在增长。这个事情真的，诸佛如来帮不上忙，要靠自己啊！诸佛如来只是提醒你而已，啊，只是告诉你你有业障，啊，再告诉你这个检查业障的方法，啊，怎么样把业障找出来，啊，再教你消除业障的方法，还得要自己做。自己不干，怎么能成就呢？对于因果的道理不透彻，人的愿心呢发不出来，啊，真的生活在这个世间，懵懵懂懂啊，迷惑颠倒啊，虽然想做佛做祖，想出离六道轮回，那变成妄想啊。为什么呢？愿发不起来，所以愿既然发不起来，行就不得了，这个修行功夫不得了，啊，烦恼，哎，想断断不了，啊，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是对于因果道理不透彻，啊，那这个是应该怎么做呢？多了凡四训，啊，可是很多人呢他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了凡四训，如果像是出家人，啊，没有很这个繁杂事情，啊，你读本文，一天念三遍，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三四个小时就够了。一天念三遍，你一年当中，我们常讲嘛，
一门深入啊，长时日熏修啊，你可不能搞砸了，砸了效果就没有了。我用一年的时间专修了凡四训啊，我专修因果教育啊，一天念三遍呢，360遍呢，念1000遍了。你对于因果的道理、因果的事实真相，你扎住根基了，然后你发愿，你这个愿心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捷径。你不知道这个啊，你觉得这样好那样好，你混了几十年门都进不去这个状况。我也曾经讲过，坏在哪里呢？是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啊。老人有经验呢，给你讲你不相信啊。那时候发生我学佛实实在在讲啊，一般人讲运气很好啊，第一步看到的就是了凡四训。朱金洲老居士送给我的啊，我那一年26岁。朱金洲老居士好像是69岁，他跟李老师同年。我看到这本书非常欢喜啊，我那个时候工作每一天上班还8个小时，好像我在一个月当中把这本书看了30多遍。我相信我懂得了啊，我的毛病习气业障比了凡先生还要严重啊，他能改我也要效法他，也要向他学习来改过我啊。那么在这个不久我就开始看佛经了啊，看佛经不到一个月就遇到张家大师啊，告诉我忏除业障是后不再造啊，啊必须把自己毛病找出来，自己要认真努力去改正啊，不能把毛病改正过来，业障消除不了的啊。佛菩萨面前啊，这个供养磕头拜忏那是形式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的妄念还会起现行，那业障没消除啊。怎么样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妄念不生，你的业障才消除了啊。这是真功夫啊，佛法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假的啊。经上所说这个一切法从
真实心中做，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修行是表现，自己修行的成绩，我常常讲了，头一个是相貌，相随心转啊，这不能欺骗人的，人一看就晓得了。再看体质，再看呢你的风度啊，从前人讲啊，气质，这是修养。没有用过功夫的人，他的气质很俗啊，我们常讲俗气。啊，那有修养的人说，人家接触你的时候不一样啊，感觉到你啊，你气质不凡呢。犹若神仙呢，这风度不一样啊，跟你接触感受不一样。这感受外国人讲磁场，我们中国人讲气氛，不相同啊，自自然然它有摄受力啊，这个接触你的人对你敬爱尊重，产生这个力量啊。学佛的人这个力量尤其强啊，为什么呢？一半是自己修的，一半是佛力加持的啊。佛力为什么加持？是帮助你戒淫众生，你有愿呐，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这个愿跟佛菩萨愿力是相同的，啊，佛菩萨要戒淫众生，教化众生，你也有这个愿。也很可能佛菩萨就借着你这个形象啊，就加持你啊，使你能把度化众生这个事业做好啊。所以菩萨有化十方，弘法利生，哪里有缘哪里住，缘甚多住即时啊，缘浅少住几天啊，通通都是缘分啊，在某个地方有几个月缘分，有几天缘分，有若干年缘分都不能够勉强有些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得到菩萨住在这个地方与这个地方有缘，菩萨不住这个地方与这个地方还是有缘，住在这里为人演说，天天在表演，在教学啊，身教言教啊，
这一方的人学习啊，也有很认真的啊，也有很随便的。菩萨离开了，不在这个地区了啊，这地方很多人想他。曾经认真跟他学习的会珍惜啊，往昔的这个殊胜的因缘，他会加倍的努力，他成就了啊。那么在疏忽这个因缘当中啊，也有一些善根发现的啊，当时菩萨在此地没有好好跟他学，现在他走了那想起从前的教诲啊，从前的形象，依旧发奋努力，他也能成就啊。一般人没有亲近到的追悔，那是善根啊，这是好事情啊。为什么当年没有亲近，没有好好跟他学习，这善根，所以菩萨来是慈悲啊，菩萨走还是慈悲啊，无疑不是给众帮助众生。你看跟熟的成就了，跟没有熟的增长，没有善根的种善根。无论在哪个地区啊，这个视线时间长短，无疑不是利益众生啊。这个地区众生什么时候根熟了，菩萨又来了。菩萨永远不会舍弃众生啊，所以菩萨来不来不要问菩萨啊，菩萨什么时候来不要问他啊，他也不知道啊。要问什么？问自己啊，是不是认真学习啊，真学菩萨就来了啊。那个有真学的这个念头，这是感呐、菩萨就有应呐、感应道交啊，绝不失时，时节因缘啊，什么时候有感什么时候来，哪个处所有感哪个处所有应，这个感应道交的事情我们前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了也不例外啊。但是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情执没有断啊，世间人很重视有情有义呀啊，不是非不得已，情义所在。古人讲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人有仁有义啊，尤其这个地方众生与我有恩，有恩有德，我们要报恩啊，知恩报恩啊。啊，再大的苦难都不能舍弃，都不能离开。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世间圣人的教诲。
啊，佛菩萨教诲真实智慧，比这个要高啊，啊，高很多啊。若非实在不得已，不能离开。啊，我学佛这么多年来，道德情义还是舍不掉啊！啊，每住一个地方离开，都是逆增上缘。啊，顺增上缘我不会离开的，逆增上缘逼着我不得不离开。这是佛菩萨对我的一个特别加持啊！啊，我清楚啊，所以我对于逆境卧缘，我感恩了。啊，为什么呢？我住在这个地方，住了这么久了，这个地方语言已经尽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必须有个人来逼迫我，啊，我非走不可。我都是这样啊，有心便设法的。但是细细去思维，逆境卧云是不是佛菩萨实现的呢？很有可能。我感激啊，让我把这些情执逐渐淡化了啊，情执淡化了，智慧增长了啊。那么这是道场的自在力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自己真正修行，修行在起心动念之处啊。我跟许许多多同修是常常提醒的，不能跟众生结过缘啊。为什么呢？人不是一世就完了的，人有来世啊，有过去世，有未来世啊。这一世处不好，来世怎么见面？想到这个地方呢，我就会跟一切人要和睦相处啊。为什么呢？将来好见面。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更好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都是上善之人啊，不能说这个人给我冤家对头，哎，我往生了，还他也往生了，啊，难道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打架？啊，哪有这个道理呢？啊，所以误会要化解，啊，冤仇要消融，在心底里头痕迹都不着啊！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情，
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了，培养自己的纯净纯善。纯净念念与真诚清净平等觉相应，纯善念念与十善业道相应，那就是大慈大悲呀！如果你心念里面啊不设行为，啊念头里头还有食物的夹杂，你就没有慈悲了。哪有大慈大悲里面还夹杂着恶念呢？啊，所以凡食物为食善，要培养纯善之心。啊，要培养纯净之心。那么我们人所在之处，这个地方就是道场。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处啊，真正修行人修纯净纯善，那就是道场。祝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现在时间到了。